你今天骑的怎么样？觉得昨天晚上蛮紧张的，但今天的状况就感觉起来不错啦，因为其实跟精英组一起出发就有跟到就有，然后我在人质关前其实多了大概三分半的时间差，不过后面因为没力就掉了，就有补回来这样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昨天跟我讲的不是这样哎、欸，你昨天就是出发前不是跟我说，干，我竟然跟精英组同一组出发，完蛋了，我要被你们吃掉了，而且没有人带我。对对对，我昨天真的是蛮紧张的，但是就是今天早上稍微调试一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啦，就是在我们前半段的时候，跟我真的去参加197的时候有点像，就是400瓦停脚，400瓦又停脚，就是会因为可能坡度或是大家速度不一，然后一直在做有点间歇的东西。对啊，而且我今天其实前面也像你讲的，我们的第一个人质关的时候，我原本目标40分，我骑35分，我快5分钟，然后到第二个清境小七的时候，那一段我要骑25分钟，我也快了3分钟，所以我前面偷了8分钟，但我到后面一过小七之后，8分钟蛮多的，我到后面就是爆到惨，就是我到后面之后完全就是硬掉，然后我途中大概有两次真的是骑到我觉得我手麻头麻，然后眼睛看到都灰色，我只好撑在旁边，然后超尴尬的就是我旁边路过的人一直就认出我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教练，你怎么可以停？快点！”我干，我真的心里想说：“干，快都不要这样！”我一直被认出来，然后我就快不行了，然后他一直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啊，我就是我其实只有人质关三分半，然后后面其实到清境以前那三分半就已经被我浪费掉了，就是已经低于目标的时间，所以到清境的时候其实我还是骑超过两个小时。我也是我到清境是205，我到清境205差不多啦，就是其实今天前面就是，那你后面追很多就是后面就稳定骑，因为我等于说前面都是开大概 90%， 本来就想说看因为后面衰退掉到多少？你知道我前面我的前面三段啊，就是到小七前都90、90、85，然后你知道后面我是多少吗？60、55、60、55，我后面直接爆到惨。然后重点是，那你在这过程有没有发生什么就是很紧张或很有趣的？很紧张哦。对啊，我就没吃到补给或是在干嘛吗？不会，我觉得今天都蛮顺利的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前一天的时候，补给的沟通都还蛮好，而且我们补给的团队都有穿一样的外套哦，这蛮好认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其实这两只水壶都有接到。对，我也是有接到，但我自己就是有出了一个 trouble， 我拿了那个接到那个水壶，结果骑一骑，然后我那时候在吃那个 BCA， 然后吃完水喝完之后就是那时候又很想吐，结果我要插没插好，我那水壶直接掉下去，就才刚进那个翠峰而已。刚进翠峰，蛮惨的。掉了之后，我想要干到下一个站还有7公里，然后7公里是我们也没补给站，直升大会的。我想要完蛋了，结果我就那个另外一只水壶是运动饮料，就只剩这样。我就想说，看我今天应该不用骑了，还好我骑一骑，然后看一看，我以为那个是大会的，原本很想拿，就那都是有车队的，我就好吧，就继续骑。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人冲上来，你知道吗？从我们边冲过来，他说：“教练，你要水吗？”我当然说：“哦，好啊，好。”我就把它拿来，哇，好感动，直接救命恩人那个水在那边，感谢你那个水壶救了我一命，不然我真的到后面完全没水，没水超惨，真的。而且今天前面还蛮，就是感觉一开始出发很凉。那后面很热汗是低爆那种。后面很热我水就是喝不够。我刚刚在录影的时候，其实大概过翠峰就整个都起雾，然后对啊，那一段那边很冷。对啊，而且我那时候一直心想啊，我就是在前半段，然后想说哇，我时间差偷那么多，结果我一过那个小七之后，完全不是这个状况，然后又头晕浮两次，我就这样浮着。然后又一直被笑，我想说干完蛋了。阿甘等一下看到我的话，他一定就是很畅秋的脸跟我说：“哎呦，怎么样？不会啊，怎么样？我不会看到你啊！我在你前面，我怎么会看到你？”结果我再来看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最后2公里天堂路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快加油，冲上去！”我心想说：“干完蛋了，他一定比我快很多，因为我跟他时间差也可能3到5分钟不到。”我应该上面喝了3罐饮料、2个面包、1杯姜茶，领了成绩单才下来。
好吧，那成绩我们就先不公布了，好不好？但这成绩到时候我们在下一次正片的时候。你不就已经讲完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离你很远啊。哦，就是我看到你，但不代表比你慢啊。哦，也是哈。你知道我刚下滑冷到不行，我的那个风衣就在这边，这个就是我的保暖装置，它可以挡风。所以第二次出体验，以我自己来讲，至少比上次有进步啊。Okay、你知道我从那边到现在，我大概就是大抽两次，就是我小腿一这样一转过来就啊快不行，然后赶快换边。我觉得我今天补给做的还不错啦，就是最后真的抽筋的时候是过终点，一脱卡就开始抽。欸，我是到这段就是抽抽停停的，但我觉得整体我补给也算是补得很刚好。你看我这个脚不知道吃了几条那个虾。都还没丢掉，其實在上面就可以丢掉了。你决定要把它带回台北做纪念？没有啦，没有没有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这样喽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公布我们的成绩到底是谁快谁慢，好不好？锁定之后的影片，我是你的教练，他也是我的教练，我是他的教练，拜拜。